今天是母亲节，然后我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。对，然后呢，现在我要送给我的母亲一个礼物，是我的妈妈。她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她说她很喜欢一首歌，她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和这个旋律，主要是这个歌词。然后我就临时的 cover 一下这首歌，这首歌的叫《勇气大爆发》。对，等一下啊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又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哦哟，一起探索吧。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，每一天我都哒哒哒。那，然后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又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哦哟，一起探索吧。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啦，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。爸爸妈妈说，每个梦想都伟大，兄弟姐妹一起重要。OK，拜拜。